蔬菜沙拉有一份，然后两个乌冬面。好了，啊，太简单了，这可以。生的面配两个小菜足够了。太简单了。够了，够了。那不懂。我想吃客。我不认。我不爱喝甜的饮料，我就爱喝蓝色水。我订的免费有茶吗？不是，给我们两杯茶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。Ha ha ha.
问的就是说你主动的会怎么反馈？是。你还是这样谈比较好吧。以前的人比较精明，看来我们很重要啊。我不是来替您羞辱我的，有话请直说。你已经失去了上到心理学的机会，哥哥的疑问不断的提问，你劝你的灵魂还有意义和价值。我没有自知。其实最初挺好，我真是因为我也不认为你在心理学方面会有什么更大的发展。这里有一份邀请函给他，这是全美前三位的小学员，非常的好。学妹，你放心吧，以后你到我这来学习会给你轻松很多。嗯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个人很欣赏你，希望你能力求以及为之实现而不择手段。你在自己脚下，你毕竟好好想一想。我的助手办公室就在我隔壁，他会让你全部的学下来。情感不是两个因素，一个是
时间，一个是距离，还说的太多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爹妈去养公益开始，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那特生的特开放，我等他们奶之后，完了，你已经可以了，特别自由的谈论他们，生命不再是你的心理障碍了。真是，心理学真是。小，我们天天上这儿的课，真幸福。幺五。你这样的人不上学太可惜了。想在哪学上呢？以后咱们。比如。比如就像同龄人同仁一样开自己的公司，然后招聘采访，定规矩，定自己的规矩，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抢单啊、派送啊都有严格的流程，让员工有幸福感，给人最好的待遇，不像现在一样，有钱没名儿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忘了。公司的名字想过没有？我替你想好了，叫远方快递。远方？遥远，遥远。你知道人们活在遥远的远方吗？远方，远方，遥远地方，遥远，遥远地方。
课了，就要先摸摸你们的底，看你们对谈判心理。